谋是国内顶级的导演，被他捧红的女演员非常多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，就是谋女郎。能够与张艺谋导演合作一部戏，哪怕是一个配角，都可以在影视圈中获得关注。但是有一个女人却对张艺谋导演不感冒，她就是演员史可。史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出道30年，演过的戏数不胜数，而且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枚女神。当年的史可就吸引了张艺谋的注意，张艺谋曾经追求过史可，但是却遭到了拒绝。不过史可没有选择与张艺谋在一起，是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有了第一次失败婚姻的教训之后，在二婚的选择上就更加谨慎了。于是在认识了一位圈外的富商之后，经过了解才嫁给了他。现在的史可不仅被富商丈夫宠爱，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一直都很支持，所以事业家庭都很顺利。丈夫给史可足够的发展空间，才使得他们的婚姻生活如此的幸福。二十，可也越来越年轻，成为了娱乐圈中的贵妇。